可能我对我自己要求，我觉得还可以更好，所以我觉得我最满意的角色可能会是下一个。但如果说是挑战最大的角色的话，因为之前一直在饰演古装角色，所以在2019年的年末出演了一个现代角色，顾魏，是一名医生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的挑战还蛮大的。我觉得一名演员来说的话，还是作品是自己的根基，所以我还是会在新的一年2020年里面，还是会有把重心放在影视方面。剧中是一位很年轻有为的医生嘛？那你自己小时候会对于这个职业有没有什么想象吗？当然有，当然有，会觉得穿白大褂的医生们非常的神圣，就觉得他们有一种使命感。要演好这样一个职业的话，难点会在哪呢？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对于我自己来说还是比较紧张。首先，他是一名医生，他说的话，第一是要非常的准确，要自然，要像一个医生，这一切都是我们很注意的点。